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很快就到十二月，有几件事情特别为大家报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 Orange County 现在我们是 Purple Tier， 所以我们还是用电脑做我们的崇拜，做我们的聚会，做我们的主日学。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星期三7:30的祷告会，还有呢就是星期天早上的8:30的祷告会。在这个星期天，我们会纪念那个主的餐，所以盼望大家好好的预备饼跟那个杯。在9:15，我们就会开始。在11月14号，感谢神，我们有多过120多的volunteers 来参与我们的 appreciation。我们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在过去一年做不同的又亮相有重心的奉献。在今年我们收到359的shoebox， 盼望明年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感谢弟兄姐妹，你们也带给我们有很多的gift card， 还有呢就是那个 thank you card， 我们可以送给16个Orange County 的 fire stations。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年都会collect 那个 Lolly Moon 的 Christmas offering， 所以今年也是盼望大家在December 20th 12月20号就可以把你的奉献照到那个的offering。其实我们盼望的目的就是50000块。在12月12号，我们会有一个圈野的玻璃行的事工，我们会有Minister Ruby 为我们讲多一点。在12月20号1:15，我们会有一个时间谢谢我们的 Minister Dora Shin 他的退休，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sermon 的 video， 所以盼望大家12月20号1:15可以预备好站在那个电脑面前，一同呢参与这个 ceremony。 好，谢谢大家。圣诞节将来了，你跟你的家人想不想跟我一起跳跃时空，回到主耶稣出生的那一晚，巴利恒的城，一起去看呢？如果你想的话，跟我一起来了。在这个圣诞节期，我们诚意的邀请你们全家可以来参加我们全教会的一个外展的活动 Joyful Bethlehem。其实你可以邀请你的亲友啊、朋友啊、邻居一起来，穿过我们这个主耶稣出生的地方，开着你的车子经过巴利恒城的道路，从你舒适安全的车子上可以体会整个圣诞节主耶稣出生的故事。这个 Joyful Bethlehem 就是在12月12号下午2点到4点星期六这个下午。如果你可以来的话很容易，只要去我们的网站报名就可以了，到我们 cbccoc.org 找到那个 Bethlehem Drive 那个 box 你就进去。可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要4个时段给你选的，选一个时段找他们的 promo code 跟着就可以报名。如果你看到他们说那个票已经完了，不紧要，最重要就是用你的 promo code 进去再看看有没有位置。我们真的很想当天可以见到你，最重要就是你报名拿你的票带来 check in 就可以了，我们全的队工就在我们教会欢迎你来。
When you have been told from the time that you're born that Jesus is not God, Bible's corrupted, and to follow Jesus is to commit blasphemy and you're going to be turned away from your family, that's a whole nother task. And so we're going to the tip of the spear because we're getting to people that have only heard lies of Jesus. They've heard his name, but they've been told lies about him, and to reject and to not listen. What we do, it's very hard. It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a lot of sacrifice on a lot of areas. But when you see someone get it, when you see them come from darkness to light, and they literally know that their life is forever changed, and no matter what persecution or whatever happens, that they're with Christ, that they're his for eternity, that's worth it. God sees the bigger picture, or maybe someone in our work sees one or two Muslims come to Christ after 3 or 4 years, but God takes those 2 or 3 and snowballs. We've seen Muslims hear the gospel and be baptized and follow and be strong lights. Christ says to pray for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because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Then Jesus tells them, now go. I think they kind of stop it. We're gonna pray for the workers. But then Jesus says, yeah, you're gonna pray for workers, but go. Revelation is guaranteeing us as well to say, hey, all people will have representatives before the throne. We wanna see Southern Baptists love Jesus, love his word, and give sacrificially to Lottie Moon Christmas offering so that the gospel can g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nd even specifically to the large Muslim groups like I work with. Everyone, good morning. 经过过去2个主日大家投票的结果，已经以所需要的多数票正式通过提名的动议。感谢出来参与驾车投票的弟兄姐妹们。代表着欢喜平安的圣诞节将要到了。今年的圣诞节，何牧师将领导我们在疫情当中，借由关怀以及服侍 Santa Ana 以及 Anaheim 地区的老年人和无家可归的社群，来表达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做到义中有爱。教会将会在12月16日星期三到18号星期五，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星期五我们会延迟到晚上7点，在教会西102室收集物品。建议的物品包括冬天保暖用的随身衣物、洁身护身的日常用品，以及可以存放的食品。在12月19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1点，我们将会到社区，将这些救济的物资传送给需要的居民。如果您愿意参加12月19号将物资传送给社区的话，请联络陈兆鹏 Martin 传道。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的圣诞夜国语堂将会有一个线上的圣诞烛光同唱晚会，请大家预留时间，我们一起共度一个将会值得留念的圣诞夜。开始的时间是晚上7点30分，我们会有进一步的有关讯息报告。现在让我们一起以今天的宣召经文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路加福音2章11到14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进入2020年12月的今天，在这一个属于耶稣降生的季节里，我们要在这里谢谢你，谢谢你因为爱我们，将你的独生子派遣到我们当中，为的是要让我们和你恢复原本亲密的关系。父神，在我们感恩的时候，迎接和平之君的时候，让我们也记得这是一个付出给予的季节，这也是一个我们在黑暗中有盼望的季节。生病的人可以盼望得医治而康复，穷困的人可以盼望得一辈子力而脱离贫困。新冠病毒在感染和死亡的疫情不断的攀升的情况下，我们的心切切盼望有效的疫苗普及化。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到地上，为的是照亮在死荫幽谷中的我们，为的是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为的是我们可以看见黎明的曙光所带来的盼望。我们因此得到心灵永恒的平安，而不因为环境以及我们所处的境况摇摆不定。父神，你必做我们永远的光。当我们跟从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生命的光，在你的同在里有信、有望、有爱。父神，在这里，我们要将我们当中有病痛的、有愁烦的，以及将我们远处的家人交在你手中，求你看顾保守，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你的话语里面，不专注在解决眼前的困难，被这一个世界种种来影响，而能够坚定在我们信心的确据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上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年我们的背诵金句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节经文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话。先让我们一起来默念。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现在请大家一起攻读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各位的弟兄姐妹，愿神的大爱平安来到你们身上。我非常盼望明年我们可以回到教会里面跟大家一同敬拜神。再过了几个星期，我们会一同庆祝圣诞节，所以从这个星期天开始，我们会打开不同的经文，我们一同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故事。今天我们打开旧约以赛亚书，我们从以赛亚书看看神的预言是怎么样讲。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以赛亚书的内容，在过去预定的时间，大家在主日学都也写过啊。当中以赛亚是一个神很重用的圣知，当时以色列人离开神，所以神用巴比伦国、亚述国跟其他的国家来攻击以色列人。当他们遇到患难的时候，神给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有盼望，当中有不单一段的、两段的，有不同的经文也讲到预言耶稣基督会来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跟第四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会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两节的经文当中讲到和平，当中讲到公平，讲到我们的神他在他的手中带领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当中的内容也讲到，其实我们耶稣基督都是同一样的。其实当我们没有看这段的经文以前，我们看另外一段的经文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当时有一个王，他不愿意倚靠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给他一个兆头，因此主自己又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赖利。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以马赖利的意思，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我觉得这个同在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中带出安慰和力量。诗篇23篇第十节啊，第四节我非常喜欢的，当中讲到的就是我虽然行个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掌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啊做教会的探访，因为有的时候呢，不是我们可以讲的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可以啊做探访，可以啊认识弟兄姐妹，可以跟他们啊留一留他们最近的情况，跟他们同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同在也带出给他们的关怀和爱。在那个《诗篇》亚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也是一段的经文，我非常喜欢。当中讲到四个字：“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啊，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就是默然爱你。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讲太多哈，啊，同在的爱哈，见面的爱哈，探访的爱，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好。当中讲到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他大有能力的主。试试啊，想一想哈，不是个普通的人来跟你同在，是长到我们的神跟你同在，所以我们应该非常快乐，因为有神的爱与我们同在。在以赛亚第31章第5节，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这段的经文哈，这个怎样善始复出，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又院门保守。神看我们好像在他的执鸟的上次他怎么样来的保护我们啊。我觉得圣经有的时候真是写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觉得真是每一次我念的时候，我都感受到神的同在跟他与我们的爱。有一次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就是在去年当我还在贝尔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家庭打电话给我，他说何牧师，你可不可以来医院来探访我的爸爸，我的爸爸他快要离开世界了。所以呢，我就跑到那个医院里面，我就探访这个弟兄，他年纪都非常大了，大概80多岁了我觉得他身体真是不好我看到他在那个床上，还有他的太太在旁边非常难过，因为知道他自己的丈夫很快了就要离开世界了。然后这个弟兄呢就跟我讲，他说何牧师可不可以跟我唱一首个诗歌，我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我就说可以啊，我可以跟你唱一首诗歌。在那一个时候我就打开我这个手摸一摸他的头。很多时候我在医院探访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打开我的手摸一摸他们的头代表了我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爱。然后呢我就用另外这个手就摸他太太的手。在那个时候呢，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手呢就是我摸他先生的头，然后这个手呢我就是摸太太的手。我觉得我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了，我就是在中间虽然他们现在经历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同唱诗歌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平安，神呢就光照我们。所以我觉得真是我做一个牧长呢非常有福气，因为很多时候呢我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代表神探访弟兄姐妹，我可以代表耶稣基督把神的爱放在他们心里面。那所以呢
哦，我觉得真是很好很好的那一个时间，我永远不会忘记。然后呢，我就唱那首诗歌，然后他就离开世界。我真的觉得神的同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诗篇63篇第三节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很多时候我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唱给弟兄姐妹的啊，这首诗歌就是这样的唱：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觉得这个说话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哈。当然呢，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健康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圣经里面这句话讲到的就是神的爱比生命比健康更重要。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讲到以马内利的时候，我觉得不单是在现在我们还在世界上在世界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啊，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是神也跟我们一起同在。所以当讲到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的时候，我觉得意义重大。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会面对不同的困难难处但是神的安慰神的平安就在我们的心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另外一段的经文也讲到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的来的经文呢，就是在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捧眼睛，断是非也不捧耳鸣，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掌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使必当他写下的带子。那当中当我们看到这五节的经文里面呢，讲到另外两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神的公义和信实。那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住在这个世纪世界上，我们真是没有公义，也没有一个信息。但是神给我们的就是公义还有那个信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谓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想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信同在。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同一样的就是讲到在这里神很清楚讲到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在。其实呢，公义、怜悯、谦卑的心就是我们的神，所以神也代表公义，代表信心，代表那个怜悯。所以神的同在跟公义、怜悯、谦卑都很有的一个关系。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日，是慈爱直到千代。那我觉得这个经文真是了不起，因为当中讲到神的信实就是讲到如果我们真的守他的诫命的人
守日的话，月的话，守四慈爱，直到千代。所以现在我们做好了，我们跟从神了，不但我们的福气在现在我们有，直到千代千代千代，神也是这样的祝福我们。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跟从神真是有福气，因为他不但祝福我们这一代，跟我们千代千代都有关系。耶利米书22:3，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请就必全对的脱离西亚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孤儿寡妇，不可以强迫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神其实在不同的经文，无论是旧日跟那个新约，都讲了很多不同关于公平公义的事。所以神盼望我们呢，不单只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也盼望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应该帮助有需要的人，在他们身上，施行公平公义信息，怜悯他们，帮助他们。有一次我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呢，英文就是 War Doctor，讲到一些的医生，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时间跑到打仗的地方，做一个 warranty doctor，他怎么样帮助受伤的人呢，特别因为打仗的时候很多平民，受到很多的病，所以他们做医生特别就跑到他们当中爱他们帮他们，有些时候也要做这个手术。当我看这本书，这本书都非常好，就是这样，这本书当我看的时候，很多的内容，很多的真实的故事，我看的时候我就流泪。有一次有一个医生，跟另外一个医生，就是他们两个人，就帮一个大概7-8岁的女孩子，做了一个手术，所以呢，当他们开颅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护士从外边跑过来，就跟他们讲，嘿，你们现在又走了，又走了，飞弹现在会飞过来了，所以如果你们没走的时候，你们就会死了。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可以谈话，他们也没有时间可以思考多一点，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如果现在我们走的话，现在我们面前的7-8岁的女孩子怎么样，她会死吗？当然了，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她。但是如果我们不走的话，我们也生命也有危险啊。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思想当中，虽然很短很短的时间，但是有很多很多事情他们在思想当中。比如说他跟他自己讲，如果我现在走的时候可能这个女孩可能会死，但是不重要，因为如果有生命的话我可以帮助更多更多有需要的人。当然你可以这样的想，但是现在的环境就是你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所以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可以谈话，他们用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神彼此的对话，大概就是这样的讲，我们不应该走，我们应该帮助这个女孩。如果真的有飞弹飞过来我们就死吧，所以没有关系。那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这个女孩子他们真的不认识了，但是他们是医生嘛，他们是从英国来的，他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很多很多很好的未来，但是他没有思想到要走，他只是思想到我要帮助这个很可怜的女孩子，
然后最后的故事就是那个飞弹呢，它就没有飞过来啊。所以我觉得啊，神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怜悯真是很大，因为他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一点的功课。我觉得如果当时是耶稣基督做这个手术的话，他也不会走，他也会帮助这个小的女孩子。所以我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好多时候我们是讲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做他的门徒，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相信他？我们有没有真的来跟从我们耶稣基督？比如说在这个情况里面，我相信耶稣基督不会走的。如果我们是就在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走呢？所以我不断的这样的思想一下啊，我感觉了啊，真是啊，我们的神真是了不起啊啊，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神，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爱我们，不但爱我们，在不公平的地方带出公平，在不公义的地方带出公义，在有需要怜悯的地方他就带去那个怜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学习，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那所以呢，当讲到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单是唱一的圣诞的歌，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都应该有改变，因为他来到我们生命里面，他改变了我。还有第三段经文在以赛亚书，同样的都是讲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讲到预言他会来的，就是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念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四节，当中讲到了，就是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箭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启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再讲到他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此事。在这两段的经文啊，带出了什么呢？也带出了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神的引导和和平啊，他是奇妙的赐施，他是和平之君，也是讲到神的引导，也是讲到神给我们的平安。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五节，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门徒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啊，真是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哪一条路是应该跑的路呢？我非常喜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所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解对的经文是讲到了，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我们来到在世上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啊。当中讲到了就是活出神的真理，讲到了就是依靠神，他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道路。还有呢，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相信大家都非常认识这段的经文，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非常喜欢讲到了，就是不是普通的平安哈。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但是在这里讲到了，这是神所赐的是什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啊，所以你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个困难的里面，我们也可以有平安，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10:27，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担心。啊，我觉得这个平安同样呢、啊，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个13岁的啊小孩子的故事啊，他的名字了啊，就是 Logan 哈、啊，他是住在美国的 Nebraska 里面啊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 cowboy 哈、啊。啊，都是负责那个养那个牛啊、羊啊啊跟啊啊事情哈、啊。有一次，他打电话给一个基督教的啊福音啊电台啊，讲到一个故事，很多人听，很多人至少都感动。他就讲，他说啊，他在啊家里面啊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小牛哈 啊，但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呢，他没有啊很好的啊身健康，还有呢就是他看到他都长不大一样的，所以有一天这个小牛就死了，所以他非常非常难过哈。大家细想一下哈，长大一个13岁的小孩子，他所爱的动物啊，现在是一个小牛哈、啊，死了，所以他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打电话给那个基督教的福音电台，然后他就讲到这样的事情。当他讲的时候呢，他也讲到了就是神怎么样安慰他，所以有一次当他非常难过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为什么我所爱的，我所非常喜欢的小牛死了啊、他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真的把这样的事情跟神祷告，然后神就跟他讲，你知道吗，我所爱的孩子长到耶稣基督，他也来到世上，他也死了，他死的目的就是安慰你，他死的目的就是爱你，他死的目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他可以帮助你，你明不明白？然后这个13岁的 Logan 呢，就感觉到非常平安哈、啊，因为受到神的安慰，所以他就打电话给这个电台哈、啊，就跟人家讲，如果啊我们真的啊非常难过，遇到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可以好像我一样的跑到神面前，他会安慰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很多人听的时候就非常感动，因为他提醒他们的就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在你生命当中面对什么困难，我们可以跑到我们这个耶稣基督。那所以呢，当我们这样长的时候，当我们再思想一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觉得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就是不单给我们有引导，也给我们有平安，也给我们有安慰，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在刚才我们所念的3段不同的以赛亚书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言，其实讲到就是这几方面的事情。这个婴孩为你为我而生，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公义，带给我们信实，带给我们引导，带给我们平安。大家细想一下，这些的信息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社会里面最重要吗？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需要人的安慰，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实质，我们真的需要神给我们的力量。很多地方都没有供应，很多地方都没有信息，但是神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地方都没有平安，我们真是需要神给我们的引导。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这个婴孩学习一点的功课。神为我们而生，带给我们解六样的事情。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带给人家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不可以代表这个婴孩？我们可不可以代表耶稣基督带给人家的安慰呢？我们可不可以代表耶稣基督成为别人的鼓励呢？在不公义、不现实的情况上，我们可不可以出口讲一些的事情，把神的公义、把神的信息带到面前？我们可不可以打开圣经的说话，我们一同领受神给我们的引导？当中如果有人需要平安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点的事情帮助其他人有平安？我盼望这段的经文不但给我们有知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 问一问我们自己，从这个婴孩身上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大爱？求神带领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神面前纪念耶稣基督，我的生命流入他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非常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星期天我们唱诗歌，我们打开你的说话，让你教导我们。神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可以把平安，可以把安慰带到其他的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把公义、把信息带到人的面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当中可以怎么样代表你，把神的爱带给每一个人。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带着神的平安。Thank you.
在天上的父，愿人得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